面，高里头。炸面啥？高里头。高里头是啥？你知道你这边的狗吗？不知道。发发配我也真的不懂。抖音多少钱？我们没有抖音，所以我不知道。铁勺挺突然看棒了，嗯，给你放这儿，这就是白面包，吃吧你吃吧，就是留一口就行，里面没有任何馅儿是吧？嗯，两周给点。Hello， 大家，程姐，我刚刚已经从程姐家出来了，然后我们现在是十点半，十点半，对，我们准备坐公交车去天安这边的高速客运站。从首尔到泉州的距离大概是高速两个半小时，大巴两个半小时，然后从这儿呢到泉州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样子，所以说其实还挺方便的。然后我们下午呢可能原定计划是去泉州那边的植物园转一转，据说那边空气还不错，也挺好转的，但是我刚刚看了天气预报，泉州现在好像是在下雨的，然后下午预计也是一直有雨的，所以说可能会因为这个韩国比较让人讨厌的梅雨季，这个行程会有一点点改变，也许这两天我们会一直在韩屋村附近转，但是泉州好吃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可能会这次旅行也着眼于吃上。 Anyway， 那我们一会儿泉州见。哦，哎呀，我丢了垃圾。下了出租车，就是这家店，韩国집传统拌饭，乡土饮食。看起来，它的装修也很传统。韩国现在还有这种，你要给他打电话，然后确认你的位置。看吃什么，咱们得吃拌饭吧，都来泉州了。我要吃点什么？这个是石锅的，这个是普通的，但是料我觉得应该是一样。我们俩点了两个石锅拌饭，然后上了一堆小菜，好像是所有来的都会上。这个是什么啊？好像是虾，那种小的虾，小螃蟹或者小虾。这个是豆芽，然后这个是黑豆。你咋没搭上的好快啊，热腾腾的石锅拌饭。然后那个是青菜，这个是拌凉菜，那边还有泡菜。这边还有两个汤，这个是豆芽汤，这个应该是泡菜汤、泡菜水，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好的，新单。泉州的泉州拌饭。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是我太久没有吃拌饭了，觉得好吃，还是他们家真的好吃。这是什么？腌螃蟹。
我们订的是这个地方的韩屋。哦，他们这儿的手动 check in 方式也是很有趣，老板让我自己开门，自己过来拿钥匙。给你们看一下整个韩屋的构造，大概是这个样子的，1、2、3、4、5，这边还有6、7，好几个房间。这边是进门，然后其实就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顶上还有一个人可以睡的一套被子，顶上有一个小天窗，然后下面是这个样子的，这边有两床被子是铺在地上睡的，有一个小的电视，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小的洗手间。这个房子一晚上是，我给你发链接多少钱？198吧，好像。我订的还不是这个房间，我刚刚确认了一下房东，他说他给我免费升级了，可能是因为没太有人住吧。现在我订的房间是一晚上137的，这个好像是一晚更贵的，就在韩屋村里面。但是刚刚我跟程姐我们俩一路走过来，我觉得现在韩屋村，我觉得韩屋村也黄了一大片，你发现了吗？很多房子就是全部贴着出租租售的那种标签，然后也关门了，所以没有游客吗？没有游客，然后就黄铺了，还挺惨的。我们俩现在应该会收拾一下行李，然后一会儿可能出门逛一下。我来看一下这个二楼，二楼是这个样子的，顶上有一个天窗，我估计大早上可能会有点痛苦。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方向，但是这边的人看起来好像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先往这边走了。其实韩屋村这边吧，主要就是它的建筑都是韩屋，跟首尔那边的韩屋村啊，各个地方的韩屋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其实原来旅游观光季节的时候，路边都是小吃，然后还蛮好玩的。但是现在呢，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很多店都已经关门了，有点可惜。特别特别有名的一家巧克力派的店，我们打算先买一个尝一尝，如果好吃的话等临走的时候再买。哇哦，看起来很火热的样子。那这个应该是先在这边蒸熟了，然后再烤，最后浇个汁儿，看起来不错的样子。네怎么样？还不错吧？不是那种很腻的，就有一点点甜。糯米比较香。来了这家咖啡厅，还挺有名的，据说是能看到韩屋村全景的。尝一下他们这儿的咖啡怎么样？还不错。其实咱们这次旅行要是不下雨会更好，但是下雨有下雨的感觉，潮湿的感觉吗？这个胡萝卜蛋糕里面都是胡萝卜。试一下。
这要比我们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那种巧克力派要厚很多，扎实很多。里面这个样子。Thank you。还有一点点巧克力酱的感觉。外面的那个巧克力特别浓厚，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廉价的工业线巧克力的味道。表面有榛子，有榛子吗？果就是坚果。嗯，没吃出来。有坚果，你看，核桃还是什么？没有点坚果，有坚果的。再回去几个送人，我觉得还挺好。泉州特产，哎，不错。再我也吃到坚果了，挺实在的。突然跟程姐开始了陶艺体验。卡尔古斯，卡尔古斯，可怕了。其实就是下雨天走的时候，突然闲着没事干了，然后程姐说坐一下呗，坐一下，然后我们俩就进来了。석씨들똑같아요이렇게해서밀어줘네오이걸할때길이가한바퀴돌아갈만한오잘했어오길이가한바퀴돌아갈만한길이로여기알바해 알바해어닝이어서빗소리가네들려네커피마시고와서커피마시면되게좋아했으면이것도이렇게해서네손좋아망했어요지금아니야망한게어디있어 괜찮아괜찮아이걸납작하게하지말고이렇게어디서왔어요중국에서왔는데여기서대학생이야네네많이와 어디학교친구가천안홍석대학교동남천안서도대학교예요저는성균관대학교아서울에서왔어요네네할때얘를다이렇게없애줘아네네살살네살살살살재미있어요연결하는거진짜잘해아그래요하고얘를이렇게해서문들어줘아안해도응응真挺有意思的各位나진짜순이런거진짜못해요다그래다도와줘어언니괜찮은그친구언니한테해줘서그냥이거찌르阿姨现在在帮我整形，我程姐的杯子也要完成了，回来我们俩会一人再做一个，我的盘子就准备简单的画成这样了，写了今天的日期，然后虽然看起来有点像梅花，但是其实是星星的月亮和星星，这脚丫먼저구워주지장갑안탔어도여기높이안맞춰도되겠지네Hello 大家，今天是在泉州的第二天，现在是早上8点左右。然后今天早上呢，我跟程儿姐我们俩出发去，韩屋村这边一家非常有名的豆芽汤饭店吃早餐。其实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在视频里面带大家出来在韩国吃过早餐，但是正好泉州韩屋村这边豆芽汤饭比较有名嘛，在泉州比较有名的是拌饭、豆芽汤饭，还有就是豆干饼、牛肉饼。豆干饼其实不一定是牛肉的吧，对吧，程姐？啊，就是那种肉饼，甜甜的肉饼。然后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来吃一下那家店。其实之前我吃过，我2016年。
参加了一个学期的对外旅行活动。当时来泉州的时候，那家店也是就是韩国旅游观光社这边给我们推荐的清单里面带我们去吃的，还可以，还可以，大家看就知道了。既然大家现在国内都不能出来旅行，所以说我们就尽量的带大家看一看这边的特色。其实走得很快，已经快到了。其实这条路上有特别多的豆芽汤饭，但是这家特别有名，叫维尼空纳姆，看起来招牌就非常非常老的一家店。감사합니다네방법은아시죠네감사합니다因为他们这儿只有一个菜单，所以上的特别快。这个里面是有饭的，饭已经放进去了。是长这个样子，这个应该是鱿鱼腿吧，好像是。然后这边这些小菜都是可以免费加的，还会给你这种紫菜。咱俩从来都没有一起吃过，在外面吃过早餐。里面是面包，嗯，你尝一口，我觉得你会喜欢吃这个味道。我很少把那个饭放进去。这里有一个半熟的鸡蛋，你把那个热汤舀进这个半熟鸡蛋里面，然后那个鸡蛋就慢慢被烫熟。特别好吃，我们俩一人又追加了一个鸡蛋。看来吃紫菜也吃的不多。在便利店看到了这个薄荷巧克力的一个巧克力球，这是乐天今年新出的，我一直没有买，之前首尔也看到过，然后我就想尝试一下。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喜欢吃薄荷巧克力的，但是我们程姐不太喜欢吃，我先尝一下。不是很重，给你来一个。没有，不行吗？薄荷味真不是很重，没有那个冰淇淋的那个那么呛，就是有点凉凉的巧克力的。因为我的所有对薄荷巧克力的接触都是以BR 的那款薄荷巧克力冰淇淋开始的，所以说我判断的基准都是以那个冰淇淋作为基准。这个我觉得还好，长这样子，长得是有点黑暗啊，我觉得这个颜色什么玩意儿，跟那个像不像那个生物课上那个，嗯，就长得有点奇葩，但是还可以。你吃吧，第二个我就不吃了。对，吃完有点发凉，不好，你在外面刷了牙一样。OK， 化妆。嗯。化妆一会儿，程姐要去拍照片，然后中午去吃个饭。下午，我们俩约了一个一天的那种小课程 ，one day class。今天下午我们去做香水。来吧，程姐。哎呦，近点，把眼睛闭上。你自己看这个。可以，换一只眼，瞬间好像两个眼不一样了哈。我现在给程姐化好妆，然后我们出门找一家照相馆，程姐想拍照留念一下。
租个衣服什么的。然后我们现在在找，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像没有开门的店比较多一点，可能我们先喝一杯咖啡等一等。嗯，开门吧。那这是第一步。今天中午来吃这家哈乌村这边挺有名的一家豆干比肉饼肉饼，今天也是一开始就上一堆小菜的一天。我他们家小菜看起来挺好吃的，有我最喜欢吃的炒鱼饼。我们俩点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套餐，这里有两个那个豆干比，这里有烤的烤猪肉，那边还有一个辣的猪蹄儿，看起来量还挺大的。然后再加上这边的一堆小菜，我要的主食是冷面，程姐是米饭。我的天哪，这一顿很霸道啊，程姐。不热心的，这是什么？海带汤。哦，好酸啊！什么玩意儿这是？晕了。嗯，哇。那是鸡是吧？这是猪蹄。嗯，包上那咖喱，就棒。他推荐啊。尝一下。哎妈呀！哇，这烤猪蹄看起来很霸道啊。还不错哈。嗯，这猪蹄不错。我还是比较会找饭店的。这一个肉饼真的是太实在了。但是我上次来的时候吃的也是这种，特别厚实的。随便进了一家咖啡厅，为了等时间拿照片来着，没想到看起来真的还不错。我要的这个是黑芝麻的，然后这个是 Klopper， 这用中文应该怎么说啊？在韩国流行了很长时间了。华夫牛角，对，看起来很棒的样子。大家现在这个视频可能看起来有点歪，因为我今天带出来的三脚架一共有三条腿，断了两条，所以现在摆得非常的晃。要不然我把那个也掰断得了，他们一起瘸着，没准就平衡了。还是算了吧。喝一杯美式，好久没喝美式了。人一天还是要喝一杯咖啡。感觉没有咱俩是姜饼吧，还是树草的吃的那个甜姜饼。你不是不喜欢吃甜的吗？刚好。对呀、啊、那个太甜了，这个太咸。抹一点这个应该好吃，我给你抹上。再给你抹点。不用了不用了。也还有核桃。上面一半牙是凉的，底下一半牙是热的。现在我桌上有六种基底，闻了一遍，感觉鼻子有点失聪。향을맡으면서드는자유로운생각들이있어요。네。무슨느낌？对。먼저골라주실건데。对。우리가
이 향료들을 다 맡아보고 깊고 깊게 마셔주시면서 후각 환절. 뭐가? 뭐 이런 거? 저희 됐어요. 뭔가 잘못 넣어가지고. 어, 네, 너무 많이 넣었어요. 아니, 한 방울 한 번 넣어도 되는데 이게 또. 아 정말요? 지금 얼마나 남았나요? 더 넣으셔야 되나요? 향이 더 자연스러워지고 지금보다 살짝 더 진해질 거라고 생각해주세요. 이거 어떡해. 아니 모르겠어. 자, 네. 뭐? 어머. 태지야. 무슨 냄새지? 오. 나쁘지 않은 것 같아. 난 나 정제다. 감사합니다. 네. 아니 이거 우리 집 화장실 넣는 표정 비슷해. 아 진짜 이쁘지. 这是他们自己的。我也是那个吧，很喜欢的。이친구저랑똑같은걸로할거예요。正方形的看着有点傻，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形状，就是这个是他们店里面的，这个是自己手写。那다보지않은것같아。我觉得我这还挺好的。完成。是我成节的完成，咱俩也别拿火了，绝对不会，你那个就是我们家空气清新剂的味道，真的，我们家空气清新剂放的就是那个味道，太恐怖了。外面的雨又下大了，哎呀，这个梅雨季啊，上来是这个样子的，上面全都是粉丝，还有豆芽、排骨在里面。他说让我们放着，他一会儿过来帮我们收拾。마늘쌈장에서쌈무랑 싸주시면 돼요. 네, 감사합니다. 네, 맛있게 드세요. 陈姐，怎么样？各找，没有妈可以找，但是我们要各回各家，各学各习了。怎么样，陈姐这次旅行？光吃了，
吃外加各种各样很有意义的体验。对，阿姆特这次天安和泉州的旅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那我们就下一个首尔的 vlog 视频再见啦，拜拜。